丁伟，英文名系 Luvin L U V I N。咁如果我有机会咧喺呢一套电影入面咧有机会做一个角色嘅话咧，我谂咧我会拣做 Laughing 哥个妹啊，因为咧 Laughing 哥呢个人本身咧，佢系一个有勇有谋嘅人啦，有个细心嘅人啦，又不拘小节啦，最紧要嘅咧就系。佢真係為咗完成大事咧，佢願意犧牲自己。咁我諗呢一樣嘢咧係非常之好咧，都係非常之值得人欣賞嘅。咁所以如果我係佢嘅屋企人嘅時候，咁我就可以有佢呢啲優良傳統啦。同埋咧就係可以同呢個拉炳哥咧一齊行佢成長嘅路。咁我相信咧呢個角色咧係會幾得意嘅，因為亦都幾有挑戰性咧，因為佢。要陪住拉炳哥成長，咁拉炳哥佢個人係咁特別嘅時候咧，咁所以喺佢身邊嘅人咧，亦都我諗要有好多聆聽啦，要有好好嘅相處啦，同佢咁先都可以支持到佢噶嘛，大家係咪？咁啊，冇錯啦，咁所以咧。我哋呢一個家族咧，亦都有一個非常之得意嘅傳統咧，就係呢個銀仔定生死。咁啊，所以希望咧，我喺呢一套劇入面可以有你嘅支持啦。多謝。